形意拳，奉岳飞为祖师，可谓脱枪为拳，钻、劈、横、趴、棍，形意拳霸道，剁手如登山，一步一冲天。好朋友们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在室外跟大家一起来啊分享一下我们的武当形意拳，它的全名叫做形意连环拳啊。那么我边把动作一个一个的跟大家说出它的名称，然后把动作进行连贯性的进行一个演示。那么呢，所有的形意拳都离不开它的基本技法劈崩钻炮横啊。那么所有的基本的动作啊、哦，连串在一块儿，然后呢进行套路的组合。好，我们首先看起势，在45度角扣脚下沉钉子步啊、哦，钻拳啊、哦，劈啊、哦，三体四，再有一个搓脚的动作啊、哦，搓劈啊、哦，歇步劈上步崩拳。再上步，蹦，炮拳，转身，蹦拳，劈，再蹦，上步炮拳，后拉。好，这是我们这一组。我们再看下一组，上步，好、哦，钻拳，好，一，走，钻拳，一，二，三，走。好，撩。好，再我们再看下一组。崩拳。那要撩呀，别动。啊。再崩拳，上步蹬腿，崩拳啊，蹬再崩，劈，抱住。好，转身过来，扑，两边的炮拳，一。劈，收势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形意连环拳的啊一部分动作啊。那么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，拆开分开，把每一个细节的动作进行单把式的练习啊，才能有传统武术的一些味道。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